接下来三位现场的小伙子将要接受力量挑战，而他们的对手是这个有着155公斤体重的大块头。他们挑战的项目是传统拔河，到底他们能否战胜这个壮硕的大汉呢？咱们慢点来，挑战一个一个来吧，先一对一。来，准备好，开始。这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加油！看我们小伙子眼神非常的犀利。没用啊！好，第一轮吕笑获胜，接下来你们两个人。对。预备，开始。哎呀，小伙子不错呀！好，来，1-3，开始！加油！还差一点，好，比赛结束。没想到这三个男人。是徒有其表啊！哥，你说你刚才是来自东北的朋友，你是干什么工作的？大家好，我是中国大力士吕笑。吕笑，中国大力士，2007年全国大力士精英赛亚军，2014年马来西亚大力士联赛获得亚洲组第一名，2015年国际大力士比赛单项翻轮胎抱石球全国第一名。这边三位呢？你是哪儿的人？我叫孟根湖，我就本地人。那么喊本地人。本地人，我们是有礼物要送给三位。我们呢提供的是由福建省尤溪县沈郎食用油有限公司生产的沈郎香牌有机山茶油。谢谢。好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第4次的摇红包了，马上就要开始了。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摇一摇，选择电视，摇动手机，免费领取价值50万元的电影票红包和价值6万元的话费红包。来，我们继续来采访一下大力士。你平时比如说大力士有一些怎么样的行之有效的锻炼的方法吗？怎么练习？因为我们这个大力士比赛都是需要一些专项的训练，比如说抱东西啊，扛东西我就有一个专用器械。平时就是扛人。一般能扛几个？应该4个人没问题，200多公斤吧，男人女人都可以。来吧，把他的锻炼的架子来搬上来。来，上来4位女士来配合一下，好吗？就装最浓的这4位吧。哦，就是刚才我们刚才踢碗的4个姑娘，真是的。就站在上面是吧？哦，踩到板上。哎呀，你是扛起来要坚持多久啊？还是扛起来坚持多长时间？我平时练习就是扛起来坚持能有30秒左右，但我今天我要扛起来往前走，走到前面来走着。看这个杆儿加上4个姑娘的重量应该有400多斤啊。哟，哎，往前走。这几个姑娘都不轻了。哎呀，好。哎呀，王哥，你试试。我2个差不多。我觉得这样，你这个杆能扛起来吗？能。能是吧？那这样啊，咱俩一人站一边，哎，然后让龙哥试一下，对，这样才有对比。加油，龙哥！慢点，腰挺直。加油！嘿，1、2、3，嘿，加油！我的第一反应和感觉就是这铁杆子压的这个脖子后边的骨头好疼啊！谢谢我们4位姑娘。哎，吕笑，我问问你，你像你这么大力气，你怎么能够保证每天的体力？你都吃什么？每天大概5斤牛肉，还有20个鸡蛋。每天吃5斤牛肉、20个鸡蛋的惊人食量，吕笑的力气到底达到什么程度呢？我们现场搬上了一只直径为150厘米、重达300公斤的轮胎，来检验一下他的力气。吕笑，搬上个大轮胎的外胎要做何用？这个也是我们大力士的一个比赛项目，从轮胎的 A 面翻到 B 面算完成一次。我们现场有没有平时觉得自己力气很大的？
有没有上来试一试？有吗？哎呦，哎呀，来，腰挺直，小心受伤。来，还在指导他的。好，太重了，太重了。还有没有试试？这边，这大哥。我以为他特别轻。快，大哥，走，走。好，别看长得瘦，别看长得瘦。浑身都是肉。哇，哎呦，哎呦，可以呀，哥。哇，哎呦，可以呀，哥，你拼了。哇。哎呀，大哥你怎么了？大哥你怎么了？好厉害呀！留下你的名字。我叫崔灵生，山东的，就是我们厂子产的。哦，真的？轮胎你们厂子产的？李潇，你这个不好玩了，往下。你说人家啪啪来俩，而且面不改色，心还跳。但是吕湘，你数量上能不能胜过他多少个？以前我的记录是400公斤的轮胎，25秒完成6次。那今天我们这能加一倍吗？加一倍有点难度。这样，让他加一倍挑战是吧？让他挑战吧。计时开始。来，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一块儿来给他计算，一个，两个，非常轻松啊。三个，真的是大力士。哎呀。不愧为亚洲大力士冠军。四个。哎呀，五个。这一天5斤牛肉20个鸡蛋没白吃啊。六个了。7个。7个。8个。5、4、9。最后一个。再来一个。好，30秒钟，他一共完成了9次。